哎，雷哥，你去过的地方呢，通讯仪上都会记录的，忘记录了呢，可以随时打开查看。大力神，大力神，一瓶下肚，整夜精神，保你一口气能上火炬塔。只要比起大力神，你的八卦消息更出名。我还有，全速进区，禁止闯入。断机的家伙不是已经被抓了？老大怎么还让我们守在这儿？他们这是有组织犯罪，有组织那种啊！上次差点啊！钻头现在可被严密的守着，农民过去就是找死。你先得弄到变形钻才能守。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长官，大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假药的哪敢藏什么军械呀。军械我这儿有啊。一条老命，这年头军械的生意做不得了。老王，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嘘，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，组织之前派武师傅去铁口那儿抢过。怎么，你也想找变形钻？嗯，没错。哎呀，肯定被厉害的铁口守着呢，你去找武师傅打听打听，他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，就是武师傅他们的落脚点。谢了。武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，得亏我的大力神呐。你也来一瓶补补，你救了我，不收钱的。